你知道八缸的奔驰 GLC 63S 极速能跑多快吗？这期带来奔驰高性能 SUV AMG GLC 63S。今天看一下它的加速性能到底怎么样。搭载 4.0TB 八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匹配 9T 变速箱，最大马力510匹扭矩700牛米，带四驱系统。下面先听个声浪。测下百公里加速。百公里加速 3.8 秒。上高速看下极速，视频拍摄于德国不限速高速，请勿模仿。先测下100到200加速。100到200用 19.63 秒。最高车速282，这个极速怎么样？欢迎评论区讨论。